All I have for you is a word. Tell it. 我跟老王昨天离开库尔勒往南骑，在218国道。昨天晚上住在玉里县，现在第二天早晨了，从玉里县开始往南继续骑，前面七八十公里都没有人烟啊，都是这种荒滩戈壁滩，然后再加上这个胡杨林，往前66公里到兵团31团，前面还有32团、33团到34团，然后还有366公里才到下一个城市若羌。这条路很差啊，特别窄，车又多，而且又不平，年久失修的感觉，所以骑起来特别遭罪。再加上今天天气还不好，昨天晚上下雨了，今天天阴阴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下，但目前还不下哈，所以我们就尽量往前快点赶吧，尽量在天气变差之前能到31团歇下来。在这个国道两边有很多很多这个花啊，看这个小花跟小铃铛似的，挂了一簇又一簇的。这个就是罗布麻，据说以前罗布泊的古楼兰人就是用这个植物来制作这个衣裳。他们就是把这个根茎的这个上面这个皮给扯下来，扯下来之后呢，他们会用这个来编织麻绳。编成麻绳之后呢，就可以来编织衣服穿了。你看它这个麻绳还是很结实的，你看就这么一点，我这么扯都扯不断。所以你想象一下，它如果晒干了好几个这种叶这种根茎编织到一起是多么的结实。而且据说这个罗布麻的这个花呢还可以摘下来泡茶喝，直到今天也有人拿它来泡茶喝，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然后据说这个花泡的茶喝的对身体有健康，而且可以清火消毒消炎，还可以延年益寿。我和老王在这路边因为没有热水也没办法煮茶喝了，所以我们就尝一点这个花，吃起来的味道还能接受，稍微有一点涩涩的感觉，但是还好，没有那种让人感觉到难受的感觉。老王你也吃点吧，喝不了这个罗布麻茶了，吃两个，口感还行哈，就有点涩涩的，稍微有一点涩涩的，不过还好能接受的那种。这个就是罗布麻的花，长得还挺好看的。它每一朵花里边我看都有一个小虫子，完都给吃了，没事，都是绿色无公害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玉林县据说也是我国生产这个罗布麻产量最大的地区，在甘肃以前也看过这个花，但是产量没有这儿大。我们这儿的位置离罗布泊其实也不是很远，往那边就是孔雀河的位置，再往那边沿着山一直走就是往罗布泊的方向走了，因为孔雀河以前就是注入罗布泊的一条河流嘛。现在越往前走呢，这个路两边就沙漠化越严重了，因为在手指的那个方向呢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了，我国最大的沙漠。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北角，所以这个位置都是沙子了。这个地方呢，我就突然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玉里的这个历史啊。早在2000多年前呢，玉里这一带就是西域古国玉里、曲里还有山国的故地。到了西汉时期，公元前110年到111年的时候呢，西汉二师将军李广利
两次西征大渊获胜之后，汉武帝在此屯田，屯田戍边，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到了汉宣帝时期呢，有一个叫郑吉的人，带了1500名有罪之人来到这里屯田戍边。这个郑吉后来因为在西域屡立战功，所以呢，他在公元前60年的时候，这个汉宣帝在西域乌垒，也就是今天轮台一带，设西域都护府，郑吉呢就被任西域都护，这是第一任西域都护。后来呢，这个《汉书·郑吉传》也有记载说，汉之号令颁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所以呢，新疆玉里从此被纳入祖国的版图，也是这个新疆从此呢，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玉里一带也是有很多这个兵团在这儿屯垦生产，延续了2000多年，依然在这边有这个屯垦啊戍边，然后这边种的很多都是新疆棉花。所以我们说，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2000多年前就已经确立了。离31团还有38公里啊，现在我们在周边休息一下。这个路边有好多野生的黑枸杞，看，一串一串的，看，都是免费的，野生的，没人管的，开吃。啊，又黑又紫啊，黑紫黑紫，正好补充点维生素了。我们这两天在新疆吃水果吃的不是特别多，因为他们这边的葡萄也没熟，只有瓜吃，所以嘴都有点上火了。正好吃点这个，这个补充维生素吗？啊？补充。我只知道这个好像含有花青素，但是有没有维生素我也不清楚。这个是不是吃多了要上火的？这个吃多了也上火？那就跟枸杞一样，枸杞不吃就。那不吃了。我们现在已经到31团了。这个兵团呢，其实就像一个小镇一样，人很少，车也少，但这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啊，有银行，有学校，有医院，什么什么都有啊，就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生活在这里边的基本上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你看不到穿军装的当兵的。但是我觉得他既然叫兵团的话，他应该还是有军事单位哈，但是只不过是我们可能在这里边不那么轻易能看到。现在新疆的这个兵团，我觉得应该是和古代的那种屯垦戍边的性质是一样的，闲时呢就种地搞生产建设，忙的时候呢，战的时候呢，就打仗嘛，戍边保家卫国。但是我觉得可能这里边的老百姓好多可能应该都是民兵，你说他们这个兵团里边的老百姓是不是民兵？应该不属于正规兵，就是民兵。我觉得就打仗的时候他也可以拿着枪上，然后平时也接受一些简单的军事训练，但是我觉得他周边应该也是驻扎的一些正规军的那种哈，但是可能我们平时很难接触到那种。他叫建设兵团，但是他就是文革时候就叫建设兵团，主要还是搞建设的哈。就是种庄稼。对。28团西部是便宜了啊，2公斤那就是部队的，看见没？穿的迷彩服刚才。方便面，然后要。你们这个兵团大部分都是内地过来的吧？河南。河南过来的。河南的。嗯。啊。你啥时候哪年回来的？我们。就这2年过的还是以前？我来了10来多年了。十来年了。啊。看那边卖肉那吹的，那卖肉那个。我看这里边做生意的，好像大部分都是外地来的。外地来的，他们跟这个兵团关系其实并不大，他们也有的也可能不在这里边种地。
有的是就来这边做生意赚钱生活的。28栏西湖是便宜吗？